水一些矿泉水就泡泡了。现代人都注重健康养生，所以对餐饮的品质也非常讲究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当中，一般人喜欢喝些冰凉饮料。位在高雄市左营区崇利路495号的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，热情又有活力的老板娘黄丽美，自己爱喝水，原本也在经营天然矿泉水事业，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健康养生、没有污染的矿泉水，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的各种饮料，所有的泡茶水都是来自北大武山的涌泉水。我们唯一一家全省用矿泉水泡出来，希望说消费者喝到我的好水、好饮料，因为饮料是咱随手一杯嘛，大家拢知影，大家拢最爱饮饮料，啊，要安尼啉就好，好的饮料。好水，然后用最好的整 EMP 整的茶去里面。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老板娘黄丽梅表示，就是因为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全部采用天然冷泉，并在冰箱之后直接泡茶卖给消费者，所以店内完全没有使用瓦斯炉、电热器，达成节省能源、环保减碳的目的。大家都说这样泡出来的冷泡茶味道不苦涩，特别甘甜，好入口。那这个水呢是属于小分子的水，然后喝起来蛮甘甜的，爱不会很涩，它茶也不错。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不仅推出十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，跟一般茶饮料店不同的是，吉瓦特也单独提供矿泉水产品，强调水水嫩嫩的口感，以微碱性小分子的健康冷泉，让喝过吉瓦特健康冷泡茶的民众脸上露出开心满意的笑容。这里味道真的是难得，因为它是微碱性的小分子水做的，让我喝起来很顺畅、很舒服，而且不会胃痛，也不会睡眠不着。这样，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品尝到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的美味，享受自然健康的饮茶艺术，吉瓦特健康冷泡茶饮最近也从南台湾出发，打造连锁经营团队，更加上福利联盟行销体系，让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多优惠跟健康的生活。记者陈文旭、萧佑京高雄报道。